我就胖了，怎么着？要不然，哼，就要对我负责。你大晚上的不睡觉，一个人跑到这儿来干嘛？狗狗们太吵，我睡不着。我有个办法，能让狗狗们都不叫，你信不信？你就吹牛吧，你以为我好骗？反正我感觉你挺傻的。你信不信我揍你啊？哎呀，一会儿你就知道到底是你傻还是我傻。好神奇啊！原来他们也会感受音乐的情绪啊！谢谢你一直陪伴着这些小动物们。其实我也没做什么，真正需要感谢的是那些为了这家救助站献出爱心的人。如果没有他们的话，这家救助站早就开不下去了。还有，小韩同学，现在学会变谦虚了吗？你不知道男生的头不能随便碰。我就碰了，怎么着？要不然，碰就要对我负责。啊！走吧，早点休息。哦。